九月份的 PS 二档会员今天可以正式下载了，我这是港服。首先有一点小意外，狙击手 Sniper 开始预告的时候没有，现在它也进入了港服的二档库。目前各位看到的就是全部的二档会员游戏九月份新添加的，推荐几个，一个是十三机兵防卫圈，我刚才玩了一下，这个声音呢确实很好听，但是建议自己一个人听，因为这个声音呢，特别是女孩子的声音，我就不说了啊。第二个推荐的尼尔人工生命升级版，这个画面看上去有点老了，但是打击感爽快感还是不错的，另外适合手残的玩家，因为它可以开启自动攻击。还有这个过山车之星，我之前购买过电脑版没玩进去，这次我又下载了主机版，回头游玩一下试试，画面还是不错的。还有这个魂斗罗、西德梅尔的文明六、星之海洋五和六，还有这个封面是中文支持 PS5 但是上面显示只有英语的，这是我的战争最后剪辑版，当大家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可以下载了。最后再说一下即将出库的游戏，孤岛惊魂五、灵媒、 Inside、 Libo、 如龙345、远库四、飙酷车神，出库的游戏也是一大堆啊。出库游戏将于2023年10月17号9点整出库，想玩这些游戏但是还没玩的同学抓紧时间玩，还有一个月。那这个时间点就意味着十月份的二档库入库时间是10月19号9点。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，给各位参考。